对，第一个哈，政府当初在开挖航空城的时候，要把我们庙迁走，后来我们陈情，他答应留下来，而且我们认为当初的诉求是旁边要绿带，我们不影响飞航安全，绿带100米，他也答应了。所以内政部第一次公展的时候已经公告答应我们100米了，结果现在呢，整个老百姓很多都签署同意了。那第二次公展把2020跟2090留下来，结果呢，2090现在同意要走了，结果他反悔，自我反悔，现在把我们从100米变成20米而已，所以我们表达非常的不满。哦，所以主要是针对这个绿带被缩小的这个问题。缩小了，本来100米缩小成20米。嗯，你现在还没开花，政府就敢玩这个游戏？你政府在庙里面公然跟所有神明、跟所有人答应的事情，你现在可以出口反悔吗？你现在就这样做这个把戏啊，以后老百姓怎么相信政府诚意 ？OK， 那可不可以简单说一下你们那个福海宫的主要的诉求是什么？我们福海宫主要诉求很简单，你答应做到第一次公展，等一下我要带过去，你答应做到，你就要照第一次的约束给我们，否则我们开始要全面抗争。